泰山区明治国小重视艺术教育，为了让囡仔会使更加多元学习，正经邀请新北市艺术教育生根协会退休校长，到学校为四年级的学生来指导创意版画。重视艺术教育，泰山区明治国小新的学期特别邀请新北市艺术教育生根协会退休校长来为小朋友规划创意版画课程。我想美的范围是很广很多方面，尤其包括美术方面，它也包括了许多不同的美材的处理。但是我想每个老师有他自己的专长，但是也有他的限制。可是我们希望说让孩子能够多元的去接触跟发展，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引进更多不同面向的一些专家进到学校里面来，让孩子带领孩子一起去体验，那希望也能够刺激孩子有更多的创新。为着希望课程卖西甲下来原本的艺术课程接起来，即摆受邀请来开课退休校长吴望如，佮特别先甲学校老师讨论过，才确定课程内容。我们希望小孩子能够由浅至深，所以滚筒也都是小孩子最喜欢玩的。那既然他们喜欢玩滚筒，我们第一节课其实就让他玩滚筒，那让他知道滚筒上面脚有凹凸的效果，就可以产生不同的这一个纹路出来。那给他让他知道滚筒可以改变。那第二个，他们去捡叶子，叶子上面有叶脉，那让他发现有纹路的东西，经过滚筒的作用，也可以把它的脉络把它印出来。所以其实第一节课就是让他玩滚筒，小孩子很喜欢玩滚筒，那你就让他尽情去玩。那时候我们把它称为玩版画，而不是做版画。透过校外专业人士来学校开课，会使丰富学校在艺术上教学内容。其实对身躯边协助教学进行的老师来讲，嘛是一种充电跟学习。记者彭建凯、林金如，台山采访报道。